我们先用那个项羽哈，解全关跟三个以上种族的成就哈。项羽，来，好来，三种族哈，有神族，有兽，有人，这样有被叫招过吗？说叫招，我跟大家讲啊，我叫招，我上个月，欸，不是上个月哦，就这个月，我边打边讲，好，边打边讲，我就是这个月哈，我收到叫招，我退伍这么久，我第一次被叫招，你们知道吗？而且他叫招是那种点招，就是去一天的那种。我退伍这么久，第一次被点招啊，我真的傻眼啊！3月25号要去那个点招，但是呢，最近又有一个消息说，可能会取消，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所以要取消。可是要等他正式发寄信过来才知道到底有没有取消。不过他是有讲说，就是有高几率取消啦，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。对，近期的会取消。不过你还是要收到信才算确定啊，你不是说新闻播取消就真的取消啊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欸，他会反弹吗？不会反弹，不会反弹就好。欸，那我先开这个就好了啊。他这个是什么啊？相应数量的强化腐蚀哦，那我们这边就好这样。我这几天问过，3、4月不用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我3月25号，哎，那我是不是不用了？叫招是什么？就是你退伍之后，军队会把你召集回去，还是要回去再当兵？这样子就很靠北啊！我退伍那么久了，居然还会被收到这种东西。吃便当领钱爽，我觉得不爽。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说比较重要，我宁愿在家里工作。我觉得去点招去8小时，对，就早上8点去到什么下午4点。不过听说很早就可以走了啦，听说不用去到那么久啦。这个地狱井是不是血很少啊？点招很轻松。对啊，就是听说是去看影片，不用理平头，不用理平头，你就是回去一天而已，这样子而已。不去就被抓起来关了啊！怎么可以不去？这是什么？消光案哦，消光案不能消水火木。35岁以前都有机会被叫，因为我是听人家说什么你退伍几年之后都没有被叫招的话，以后就不会被叫招了。可是我退伍6、7年了。才被叫招，欸，夸张，无视电击哈，这个项羽无视电击，无视电击，我被叫招7月底成功领一个礼拜，7月底这么早就通知哦，这么早就通知，里面的营长所有长官都会叫你学长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我才退6、7年了。你要当到营长，应该也不止6、7年吧？欸，这关卡是不是做球给项羽啊？怎么都刚好年府啊，刚好那个电击啊。血转是不是改过？有改比较难转。欸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靠一张卡把它干掉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加个龙科，靠一张光埃及啊，应该可以吧？退伍的都是学长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当然你也是可以带库拉皮卡前一关开，然后解锁啦，都可以。这里有工会收人吗？一张就打了1亿4了，非常的轻松。好，我们这样就可以解全双成就，全关跟三个以上种族的成就。还要去电玩展吗？目前没有收到这个邀约。蛋糕龙科的点跟音乐根本对不起来，所以我根本没在听音乐的啊，我都用看的啊。